我没有，我说我自己有五 G， 有时候会变成你抢的错。继续喽，我重新讲一次，我重新讲一次，甚至把那个图例稍微再讲一下，看你们能不能更清楚知道。好，为什么是要搬到图例？图例就会知道吗？我们是不是要画十二条线？图例是在讲这件事。好，我们先继续。我重新来画这张图，你们也跟着重新来去做。我先把它 delete 掉。这边等一下，我想要放一些描述性统计。描述性统计，好，各位，这个地方，空白地方点一下，好，就好了。然后接下来折线图。这是第二个动作，折线图。然后我们稍微把折线图稍微放大一点。因为同期比较是不是各月在比？好，所以下面我的轴，你记住我的横轴一定是时间，没有例外。除非你画的是散步图。散步图就会有改变了。然后你画的直条图、折线图，那个几乎全部都是那个横轴一定是时间。好，所以一到十二月，那怎么样出现一到十二月？是不是叫进口日期？然后请把年要降一阶，再降一阶，变成季跟月，所以是不是就点它？因为如果是连续，它是不是就左右并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应该还蛮好记的，所以点一下，再点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是不是就直接去勾值？我等于就是画出来，就是所有每一年十二个年的点一月的进口值全部加总，这是二月。这是三月，可以吗？所以其实我们大概从这样子来去看，我们的进口需求，我觉得是逐月也在上升。二月最低，不是二月低，三月高，其实 balance 平衡之后是差不多的，对不对？可是。他们这三个平均还是落在差不多是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可以吗？二月虽然这么低，三月还蛮高的，所以平衡之后大概是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因为二月不是会遇到过年，好，可是基本上这是逐渐上升的，可以吗？请问这跟什么有关？这就是如果说你觉得跟什么有关，好，如果你觉得比较合逻辑的，请问跟气温有没有关系？没有，气温，我们气温，台湾的气温分布是这样子，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就是有一次，就遇到一个研究黄道的，我研究基因。我是研究 RNA， 好，然后呢，他就跟我讲黄道，知道黄道是什么吗？他还给我一大堆的数据，好，有一天我又遇到一个八字，上医一天就是在你还没有未病之医未病之前，他就直接告诉你你几岁的时候会发生疾病。那我念的是基因啊，所以我还蛮喜欢我现在这个研究，就是
去事前先推测你大概什么时候会生病，会罹患癌症，这样大概听得懂吗？黄道就是那个太阳、月亮它们怎么样移动的那个轨迹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这个图例嘛，图例我要画12条线，所以就把进口日期的年进口日期，因为这个进口日期它就一天，一个月是不是一个日期？所以这边你是不是看到每个月都有很多个点，所以记得要把它改成日期阶层，就是年改成年就对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图不好看，所以我要教你们如何把它改成古典图，骨头的骨。骨头是指这条线，那个点是指1月那个点、2月那个点、3月那个点，听得懂吗？好，也就是说有12个月的时候，我叫特别有人就是把它标成三角形。好，我们来看怎么做这件事。首先是点选这个格式。然后点选什么？点选图，真的，它这个版本把格式大搬家。效果，不是效果，对不起，不是在效果里，属性，在标记，对，标记，终于找到，以前叫做图案，现在没有图案，害我找老半天。这个版本就是前2天才新设计出来的。好了，请点选那个视觉效果的标记，标记，然后。接下来呢，请把那个标记大小稍微设大一点，例如说设到10，可以吗？这样子是不是会比较清楚的去说明12个月？那真的有人不喜欢圆点，他喜欢用三角形，我没有意见，这应该都有看过。有人用三角形，有人用圆圈，随便你。好了，我喜欢圆点，我喜欢圆点，因为通常我们这张图我们会缩小来去呈现，可能大概就只会呈现成这个样子。
可以吗？好，我现在呢，针对这个地图复制格式，点一下，然后贴到它，你看它是不是就会有标题也设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标题修改一下。这张叫做同期比较，就是那个近三年同期比较，近三年就是那个月份别同期比较。好，请点选一样这张图的格式，然后请把这边是不是有看到？这个一般里面的标题文字改成近年，然后统计同期比较，进口统计就不用了。近年进口值同期比较，然后建议是放在中间，那所以相对这一个放在中间会比较漂亮。